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一块网友自己动手修复失败的硬盘。之前这名网友他是在四月初的时候联系过我的，当时他指出可能是由于这一个散热片过于贴近这一个电源芯片。 导致图片上红圈的这个位置烧掉了。当时我看了他描述的情况以后，就报了个价格。消息发出去以后，看到对方没有做进一步的回复，我就去忙其他事情了。直到最近，这名网友又重新跟我联系上了。咱们先把这个盘拆开看一下。这一块就是他之前维修时候换下来的原主板。从之前他发给我的图片对比可以看到，这边确实有烧焦的痕迹啊，而且。 实物上这里都已经维修的很严重了，这边缺了一个电感，电源芯片不知道为啥还多了一个洞，之前是没有洞的。另外这一块应该是从好盘上面拆下来的料板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个主控旁边也多出了一个窟窿。 我猜他当时用的温度应该是不够的，芯片拆不下来，然后就硬撬，把这里撬出了一个洞。这名网友表示，他自己是一名学生，这个操作是跟实验室里面的大师兄一起完成的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完成了，如果不是翻车，这个盘也不会落到我的手上啊。虽然说学以致用是好事，但还是要对自己重要的学习资料负点责任嘛。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乱来。每年差不多是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收到不少学。 学生的硬盘，因为他们的学习资料就在里面，这关系到期末的学分还有毕业的。我们先来检阅一下这名大师兄的焊接工艺怎么样。这边我用放大镜检查了一圈，其实这个主控看起来是没啥大问题的。不过它这个颗粒尾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吸球，它是有点大小不一。 侧面这里有两个吸球连在了一起，这里看的可能不太清楚，因此不排除这个颗粒底下还会有其他地方连吸或者空焊的情况。 在事后，这名同学也表示，他们的实验室设备比较简陋，不够精密。其实我这边的设备跟他们实验室的应该也差不了太多啊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个跟设备没啥太大关系，主要还是手感上的经验喽。虽然大家平时看我在视频上焊接芯片的时候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，而实际上这背后都是由这种成千上万的料板尸体锻炼出来的。 当时他在给这一个盘做完手术以后，表示硬盘电流还是可以跑上来的。咱们来看一下，这个肯定不是正常的电流啊，这个充其量只是转接板上的电流。 如果这一个主控正常工作，它的电流应该会在零点二五左右的。本来他在第一次联系我的时候还能算是一修盘，现在变成这样就是标准的二修盘了。我也给对方打好了预防针，这个肯定是会增加维修成本的，毕竟之前也更换过一块料板嘛。考虑到他是学生也不容易，所以我决定先来看一下他这一块料板有没有抢救的机会。先把这两个芯片拆下来看一下。刚准备拆的时候，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问题。 这一块主板底下，它居然是鼓包的，可能这样看的不是很明显。但如果我把这一个角度稍微调整一下，再画上一圈，是不是可以隐约看到这里有一个小泡泡？虽然说这一边鼓包不一定会影响信号，但如果鼓的太多，是有可能会把前面的主控顶起来，导致空焊的。另外，当时我也问了一下，它这个焊接时间有没有超过五分钟？ 如果焊接时长超过五分钟，这个固件大概率也是挂的。嗯，还真的是有联系的。再来看一下这个主控，它是什么情况？主控还是挺好的。刚才我把这一块盘的主板清理了一遍，现在终于知道焊盘为什么会联系了，因为它这个颗粒焊盘底下居然是破皮的。 而且之前这个颗粒直的球也比较高，焊接的时候这个颗粒一放上去，它多余的吸球就会沿着这破皮的地方一直往下流到下一个吸球上面，导致它们连起来。为什么会破皮呢？我猜对方之前用的焊油可能是酸性的，像这种蓝色的主焊层遇到酸性的焊油就特别容易掉皮。另一种可能就是在清理的时候之前用力过猛，把周围这些主焊层给划破了。 主控这边的焊盘其实也不太乐观，跟我之前预想的一样，主控焊盘底下有一块鼓包的，恰好它也是对应后面这一块。我们先来测量一下这周围的供电能不能正常产生吧。这一个零点八伏是给主控供电的，没有问题。两点五伏是颗粒的供电。 一点二伏是颗粒的核心供电，这几项供电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先把主控重置一遍，然后重新安装上来看一下这个电流会不会有什么变化。先给这一边的焊盘做一下预热，然后再加点油。主控这边我已经给它装好了，咱们来看一下，电流还是跑不上来的。 这到底是板子挂了，还是它原来的主控挂了嘛？为了弄清楚这一个问题，我决定再找一颗替死鬼主控安装上去试一下。这一个主控是我刚才在另一块料板上面拆下来包好的，只不过这一块硬盘它是加密的，使用其他硬盘的主控进行替换，只能看电流，不能正常读取到它原来这一个颗粒里面的资料。 这个替死鬼主控我已经安装上来了，但是现在电流依旧没有跑上来，因此得出这一块料板可以直接宣告报废了。我是真的想给他省钱的，但是按目前这种情况，只能说该花的就得花了。然后我又问了一下对方的意见，这次他二话不说，配件费直接打了过来。能不能成功，就看这一个最后的希望了。现在这一个生死不明的主控又干到了这一块全新的料板上面，咱们来看一下它的电流有多少。 哎，电流起来了，感觉还有戏啊！主控应该没有挂。那么接下来，如果它原来的颗粒也是好的，我相信这一块盘是可以被我轻松秒杀的。颗粒这边我已经给它装好了，咱们来测试一下。 分区轻松识别出来了。 虽然说目前还可以正常识别到，但这一块盘的读取速度也从之前的几千兆掉到了现在的几百 K。如果他当时操作的时间再长一点，我估计这个盘它就会彻底爆炸。大家觉得这样亏吗？我觉得不亏啊，多花几百块买料吧，至少可以让这名学生在动手实践操作的同时，还获得了毕生难忘的经验，在其他同学面前也可以说我也是修过硬盘的。